我是悠然，不是自然更不是 U 盘。新赛季又更新为新的 S 皮肤，我看到有小伙伴评论说想看我抽奖。哎，行吧行吧，我就满足一下你们氪金的愿望。冲来吧，皮卡丘！90多幸运值还不错啊，哇，这么坑，咱俩9个。再来。网易的套路我是基本摸清了啊，如果你不充钱的话，他几次幸运值就给你出 SP 了。但是如果他知道你充的钱多的话，那么不好意思，必须150幸运值以上才会给你出 SP。 这不是随便说的哈，这是我氪金氪出来的真理。所以我在这里奉劝大家，不要为了 SP 而去抽奖了，你们本身利用钱都不多，会把你坑哭的。如果你不充钱，也许几十幸运值就出了，让你觉得这游戏还不错，随便就能出个 SP。 最后157幸运值终于出了，差不多900块钱才出的。我只想说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那么以后这种抽奖的事就交给我们视频作者哈，我们亏点就亏点，只要大家看着爽就行了。如果100左右出还能接受吧，但是现在主播在充钱的就没下过150幸运值。那么最后你对此怎么看嘞？